好像保险轮到 Longoria 打击，他现在应该会闪过 Longoria 去抓后卫命一棒的菜鸟。其实也算一个老鸟了，结果你看到他这个打小飞球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他打了两个坏球，第二球、第三球其实都是坏球。这种通常是不是源自于想要建功的心态？打得有点急了啊。趁他今天球季面对 Bartles 所打出了第一支安打，这支安打也变成了双方平手的一支安打。对，所以应该闪过他，应该抓后面赛才对。叶磊高空的情况下两出局，哇，这一撞可能完全把光芒被打醒，一个就是一个了啊。可是我这是。在一个球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全垒打的话，这一场算是当然最，因为这一场射就没有。哦，这光芒完全醒过来，久攻不下的情况下，这是最快的方式了。这是在今年球季的面对光芒队的首次失分。两个内角球，变速球可以跟得这么好，实在是相当厉害了嘛。只能期待这球还在场内。